映中红泪，将故事晕染。宫墙灯花落，独影凭栏。前朝盛世画卷里，谁在呢喃？呼唤我名字已成晚。你说的对，但我可以相信你吗？我向你道歉还不成吗？之前是我有眼不识泰山，不知阁下是茅山起事派的后人，多有得罪，还请徐兄见谅。我可不吃你这套。楚楚可怜小药丸。啊，你喊的什么？我说徐兄放心，我一定把这事给你办得妥妥帖帖的。那好吧，我便答应你留下来。你回头打听打听，看看这是谁家的公子，说不定咱们还能捞上一笔。现在城里查得严，我只能等到夜里无人的时候偷偷溜进去。这会儿咱们还不缺银子，实在不成，我便把蛊种到这店家身上，到时候整个客栈都是我们的。你一定要把事情搞这么大，生怕别人查不到吗？大人可真是好久不见，想死韩金了。少来这套，你们倒是机灵，听到风声就急忙跑路，连个招呼也不打。乔大人说的，韩金若真想跑，总会一直留在这儿。告诉大人一个好消息，这是我的新宠，乔乔养得怎么样？虽然丑了点儿，但身体壮实，只要我口令到位，他就能自由行走，如同常人。眼神涣散，目光呆滞，再怎么看也像是假的。你们在这儿安分点，我另有安排。你说他怎么就看不上我呢？我回城里看看，你自己多加小心。哎呦，娘娘这些日子可是越发的光彩照人了，难怪皇上耐不住天天过来呢。想靠着美貌笼络圣心，娘娘还当自己是十几岁的小姑娘。没规矩，怎么来也不知道提前打声招呼。娘娘在我这儿还是少摆架子，我这次过来是想给娘娘送个礼物。礼物？您要是有什么计划大可说来，如今我两袖清风，也没什么可顾虑的。等的就是娘娘这句话，倒是也不难，只不过需要娘娘下个决心。娘娘，她先前说的你可考虑清楚了？也没有什么考虑不清的，圣意难测，美人迟暮，我这恩宠也延续不了多久。他说的对，我还是要为长远考虑。李公公，这些日子辛苦你了，娘娘体恤下人，特意叫我备了些薄礼，公公也别见外，就当是娘娘请您吃酒了。娘娘出手可真是阔气，娘娘对奴才的好奴才都记着呢，请姑姑放心。啊，这珍珠竟如此耀眼，这可是值钱玩意儿。吩咐你的事儿都办好了？娘娘放心，老奴已经将东西交给李友公公了，接下来就看他怎么做了。那边给的毒是慢性的，咱们每次只下一点，没人会发觉的。那就成了，只要皇上最后没死在咱们启相宫，任凭他们查个底儿朝天，也查不到咱们这儿。怎么这么快？大家都知道了，之前不是藏得挺好的吗？消息像是从昨日开始传的，说是千云阁昨个下人们腹泻不止，去乔兵的太阴也没看到太子妃。啊，瞒不住也得瞒啊，这事可得提前让父皇知道。咱们快些分头行动，我去找父皇，你去找我四哥，他肯定知道云英在哪儿。好，奴婢这就去办。娘娘，那婉容来我们启祥宫作甚？自然是来找靠山的。他倒是会见风使舵。哼，
白白送来的替死鬼来的正是时候。鬼面人不可信，假若某天事情败露，自然要有个退路，不是？娘娘想得长远周到。太子殿下，翡翠，你怎么跑出来了？是不是宫里出什么事儿了？公子，还是借一步说话吧。一个是郡王府，一个是兵部侍郎，我又不傻，会不知道你们的底细？您不在宫中的消息都传开了，这会儿公主和皇上正周旋呢，眼下还得有个两全之策才是啊。不怕，我们这会儿正要进宫呢，也真是难为你们了，帮我隐瞒了这么久。这下可以说了吧，你刚刚说有人诬陷太子妃，这是怎么回事？那婉容这几天不知从哪儿听到的消息，到处说云英偷跑到宫外去玩，要说这女子贪玩本没有什么，可是被她这么大肆宣扬，总归是对名声不好的。你这急匆匆的赶过来就是为了告状？父皇，言儿说的都是真的，那婉容如此毁坏自己妹妹的名誉，你可不能再对她那么仁慈了。哎，好了好了，别闹了，真的头都被你晃晕了。和硕公主，您快松手吧，皇上今早起来就嚷嚷着头晕呢。那怎么不叫个太医来瞧瞧？父皇，身体的事可耽误不得。哎，知道了知道了，虚实夜里吹了风，不大紧的。